打坐这种东西，一般每一天最好就要超过40分钟，是吧？看你是准备是只把它作为一个调心的工具呢，还是成佛的工具？如果是调心呢？调心无所谓了，你每天看你心态了，你今天调15分钟调过来就15，就20分钟调过来就20，但是以45分钟作为一个标准的，因为到45分钟，一般腿就开始疼了，很多人刚开始就忍无可忍了，这个腿就盘不起来了。嗯，哎，45分钟起来又是乱想，好不容易40多分钟开始不想了，腿又疼，身体就开始不舒服了。嗯，反正是一般是45分钟就开始折腾。嗯，如果你能够持续到50分钟呢，有可能有10分钟的安静哦，或者是忍受了，忍腿疼，等等。但是如果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成道的工具的话，3个小时到8个小时，3到8个小时，甚至就是短期的闭关，要短期的闭关了，全部的时间用于修行，突破，短期突破，比如说每个月可能要3天到5天，或者是2-3个月突击一次，就是7天的闭关。那7天的闭关，那每天最多吃一餐，你不能吃那么多，或者辟谷，哎，然后来全天基本都用于打坐跟修行看经典，这样才能就是说在有生之年有限的生命里可能能够成道啊，快一点。嗯，因为我们是生命太短了嘛，才70-80年或者八，那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生命里，我们还要又要。在家里又要养家糊口，又要做人间的事业，又要应酬朋友啊，又你修道的时间真的是太短。对，来跟你的我执欲望习气来抗衡，这是真的是没力量。最好是有，反正最好3个月以内就闭关一次，这是可以的。然后呢，辟谷闭关都要加入，刚开始。一般是辟谷多长时间呢？辟谷7天作为一个疗日周期作为是最好的，三天是体验了，7天是一个七为一个变数嘛，说数出来的7天，那大部分对于修正到终极阶段的人都是以21天作为一个周期，三个期，哎，那刚开始你7天7天来了，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把握就7天7天来了。刚开始以喝水吃水果开始辟谷，对吧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水果，还有喝水，一天呢就是喝一些凉水，不要喝热水，不要说开水，喝一些温水或者是矿泉水啊凉水，选择一些好一点的，慢慢喝，一定要小口咽，一点一点喝下去。以水一天呢，如果是看人了，有的人觉得你觉得有点饿，如果有饥饿感，你就不停地拿水往进灌，但是一点一点喝，一天喝2-3瓶，就这么小的瓶子喝3瓶，就像按饭吃，就是那种喝，虽然不小，但一点一点往下咽，一点一点往下咽，喝在嘴里，含在嘴里，慢慢小口的一点点咽下去，大口喝，小口咽，这都是如果没有饥饿感，那就无所谓了，就喝点，就是说少喝点水就可以了，有的人都不喝也没问题，看你功夫了。3天如果是体验的话，刚开始就吃点枣啊苹果啊，这些看你还有没有其他更喜欢的食物，因为苹果啊枣容易放得住嘛，有时候买了不会坏，不过现在有冰箱了，在家闭谷就没那么，就因为机器闭关它都是买一些能放得住的水果放在关房里吃嘛。可以喝牛奶吗？喝牛奶呀，肯定不行了，可以喝点蜜水倒是可以的。为什么牛奶不能喝？奶是在佛学其实是断食，就不允许你喝牛奶，就是夺人家小牛的粮食，你这不够慈悲哈。他所以他的护法神里边，如果你在官方他是有护法的，他是不允许你那样子干的。他觉得你不慈悲，他不扶持你，甚至你蜂蜜也是夺人家的吃的。但是有时候，刚开始蜂蜜对身体有点帮助，这也看个人的身体状况啊。但是有时候看你的身体状况，如果你身体很虚弱，你可以喝牛奶跟羊奶。身体带着病你在辟谷的话，你可以脾胃啊什么，正常的其实有水就够了。如果你身体真的很虚弱，气血很虚，羊奶牛奶是可以。那释迦牟尼佛刚那个受完苦刑，不是从河里爬上来，还喝了一碗羊奶。所以适当的补充还是行的，这都是反正根据你的情况来了。但是你要把它作为说我要今生成道，那么你的修行时间要适当加长，
辟谷，你就像这些辟谷啊，闭关啊，勿以善行而不为啦，一些品质，忍辱的品质啊，利他的心啊，这些就是你的基础，根本就不需要说的，这都不是专门讲的东西，在佛学里面。佛学里边这些都是好像很多弟子都是应该做的，就是这你连这些都还不知道，就是佛学啊，以前是现在都得讲了，现在大家都在红尘里面回来的嘛，那都要一点一点讲了。就是以前说有个也是有一位朋友过来问我说，为什么你不讲慈善？我说讲慈善叫做善行啊，这个我还以为这是大家善男人善女人开始学佛就应该具备的，还不讲呢，是不是？医生，你看所有的经典一开始说善男人善女人要什么怎么，你看都是这样子嘛。你最起码你不能邪恶吧，你邪恶你还学啥佛呢，还想成道嘛，是吧？邪恶，因为邪恶的时候很，他也不是说邪恶不够空性，也是，但是你邪恶的时候逆缘很多，就障碍的很多，但不见得说是人家放下屠刀也一抵成佛。所以我不拍的时候是黑道老大不能成佛，有黑道老大过来我说你也可以成佛的，没问题。但是放下屠刀并不是说你手里有枪有的，你不是放那个，是放下杀心，放下你杀别人的那个嗔恨心报复心，放那一个，那就是放下屠刀了。就是那个《倚天屠龙记》里面那个谢逊，他一生杀人无数嘛，就是一念慈悲嘛，一念觉得哎，有啥意义呢？哎，断了，就是有啥意思呢？你就杀他，他杀你，生生世世有完没完了？这突然处理了，也是有完没完。一个杀人如麻的人，那放了一下，跟我们不一样的。他放了一下不是你简单的放，他因为一个杀人很到了那个魔头的那个说真的杀人跟割草似的，你知道那个人他的意识层面到了很高的境界，你能杀人如割草吗？你有痕迹的，你杀不了的，是吧？关键是痕迹，对，痕迹，他只要不留痕迹，其实做什么事情他是无所谓的，但是别人有所谓，你可以自由机构、这个是我的意思，对他来讲、对 OK， 所以他成不了道也有个可能，比如说假如举个例子，你做事极有机空了，极有机空啊，你可以不留痕迹，但是你骂了我，是打了他，你大家都记着你。好，你想成佛，你想走，我们重组障碍你。就是孽缘很多。孽缘太多，你走不了的。扯着你怀抱吧，你凭什么走了？你骂了我就走了，是吧？就是我恨你好几辈子，我不放过你，真的是。就是我的理解，你跟他因为最还不完。我们就拿一个刀割一个人的话，那我们实在是心里面会留下很大的痕迹。但同样的事情给医生，一个做手术的医生，他是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对，他是救他。哎，对。他就不一样。发心不一样。哎，对，发心不一样的。病人认知也不一样。所以这个认知是蛮重要的，其实对整个修道过程，你有什么样的芥蒂指导你的生命，你用什么样的直接来指导你的生命，你就活成了不同的人。不同的境界，起心动念啊。OK， 起心动念，认知不同了，起心动念肯定不同了嘛。对啊。老师啊，我们就讲到不杀生，好像说喉咙不舒服吧，你去看西医的时候，他就给你吃了什么，说你有炎症，然后给你吃的是西药的消炎，那我们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也可以说啊杀生杀细菌，那算不算啊？这样子。先不要这样想吧，因为你细菌没看见，你都不知道杀了啥东西，有没有细菌也不知道，是不是医生误诊了都不知道，先不要这样想吧。进去了要再说对吗？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是几个细菌在那儿，而且一窝细菌，你那个药下去就把它杀掉了，你会留有痕迹，这个时候你就决定了你杀不杀，那个时候你就有痕迹了，杀不杀你都有痕迹。最重要是你最后怎么认知了，来进入空性的认知了。但是你现在看不见就当没有吧，装不知道，装不知道吧。真的，医生说是你有细菌，你真的看见了，你怎么知道有细菌？暂时就这样。然后，如果你真的心里于心不忍的话，你就觉得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存在我可能就生命没命了，说我为你们做个超度吧，或者是，哎呀，我发愿将来成佛了，度脱你们，不让你们做细菌了。你看做了细菌，让人家一颗小药片就干掉了，太猥琐了，是吧？以后你救度他，根本就是让他不要做这个细菌了嘛，是吧？他只要做细菌，今天你不干掉他，明天别人也会干他嘛。就像真的是麦当劳的鸡，你救一只，你救出来，总有人会杀他的，是吧？你救不了的，
那你唯一的救度就是那些动物，就是永远再不要转成众生，不要再轮回了。那鱼你一批批放生，人家又捞上来又卖，是吧？也有人把它捞上来再卖的嘛，你放生那么多鱼。那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心灵把它赶出体外，赶出掉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在想嘛，就算你这么想。